孙破虏无夫人，无主权母也，本无人，徙钱塘，早失父母，与弟景居。孙坚闻其才貌，欲取之，吴氏亲戚衔坚轻脚，将拒焉。坚甚以惭恨。夫人谓亲戚曰：“何爱一女以取祸乎？如有不遇，命也。”于是遂许为婚，生四男一女。景常随坚征伐有功，拜其都尉。袁术上景领丹阳太守，讨故太守周新，遂据其郡。孙策与孙和、吕范依景、合众共讨泾县山贼阻狼，狼败走，会为刘繇所破。景复北依术，术以为都军中郎将，与孙奔共讨樊能、于弥、于横江，又击左荣、薛礼于秣陵，实策被创牛渚，将贼复返，景攻讨，尽擒之，从讨刘繇，繇奔豫章，策前景，奔到寿春报数，数方与刘备争徐州，以景为韦广陵太守。数后见号，策以书谕数，数不纳，便绝江津，不与通，使人告景，景即伪郡东归。策复以景为丹阳太守，汉遣一郎王不贤命南行，表景为扬武将军，领郡如故，集权少年统业。夫人助治军国，甚有补益。建安七年，临薨，引荐张昭等，属以后世，合葬高陵。八年，景卒公子奋，受兵为将，封新亭侯，卒。子安嗣，安坐党鲁王霸死。奋帝其嗣，封都亭侯，卒。子纂嗣，纂妻及腾印女也，印被诛，并遇害。吴主权谢夫人，会稽山阴人也，父囧，汉尚书郎，徐令，权母吴，为权聘以为妃，爱姓有宠。后权纳姑孙徐氏，欲令谢下之，谢不肯，由是失志，早卒。后十余年，必成拜武官郎中，稍迁长沙东部都尉、武陵太守，撰后《汉书》百余卷。吴主权徐夫人，吴郡富春人也，祖父真，与权父兼相亲，兼以妹妻真，生坤，坤少，是周郡。汉末扰乱，去立，随兼征伐有功，拜偏将军，兼薨，随孙策讨樊能、于弥等于横江，击张英于当利口，而船少，欲助军更求。昆母实在军中，谓昆曰：“恐周家多发水军来逆人，则不利矣，如何可助也？宜伐芦苇以为福，左传渡军。”昆惧起策，策即行之，众悉惧计，遂破鹰，击走左荣、刘繇，事业克定。策表昆领丹阳太守，会吴景为广陵来东，复为丹阳守。昆以都军中郎将领兵，从破庐江太守李树，封广德侯，迁平鲁将军。后从讨黄祖、中、刘使卒。昆生夫人，出仕同郡路上，上卒，即为讨鲁将军在吴，聘以为妃。师母养子登，后权迁移，以夫人妒忌，废黜吴，积十余年，权为吴王及其尊号，登为太子。群臣请立夫人为后，权亦在不仕，卒不许。后以及卒，兄角，四父昆侯，讨平山越，拜偏将军。先夫人卒，吴子，必作袭封。亦以战功至于芜湖都，平卫将军。吴主权不夫人，临淮淮阴人也，与丞相志同族。汉末，其母携江徙庐江，庐江为孙策所破，皆东渡江，以美丽德幸于权。
宠观后庭，生二女，长曰鲁班，字大虎，前配周瑜子荀，后配全琮，少曰鲁豫，字小虎，前配朱据，后配刘纂，夫人性不妒忌，多所推进，故久见爱戴，权为王及帝，亦欲以为后，而群臣亦在徐氏。权一为者十余年，然宫内皆称皇后，亲戚上书称中宫。即薨，臣下元权旨，请追正名号，乃赠印绶，册命曰：为赤乌元年闰月戊子。皇帝曰：呜呼！皇后为后左命，共承天地，前功夙业，与朕君劳，内教修整，礼义不迁，宽容慈惠，有书义之德，民臣玄望，远近归心。朕以世南位移，大统位一，元后雅致，每怀千损，是以于时未受名号，亦必为后将年有勇，勇与朕公对杨天修，不务掩乎？大命尽止，朕恨本一不早招显，伤后卒事，不忠天禄，敏道之志，痛于决心。今使使持节丞相李陵亭侯雍奉册受号，配时先后，浑而有灵，加其宠荣，呜呼哀哉！葬于蒋陵，吴主权王夫人，郎杰人也。夫人已选入宫，皇武中德幸，生孙和，宠赐布氏，布氏薨后，和立为太子，权将立夫人为后，而权公主素增夫人，稍稍赠悔，及权寝疾，言有喜色，由是权身则怒，以忧死。和子好立，追尊夫人曰大义皇后，封三弟皆列侯。吴主权王夫人，南阳人也，已选人宫，加和中德幸，生孙休，及和为太子，和母贵重，诸姬有宠者，皆出居外。夫人出宫安，卒，因葬焉。休即位，遣使追尊曰敬怀皇后，改葬敬陵。王氏无后，封同母弟文雍为亭侯。吴主权潘夫人，会稽郡张人也，父为吏，作法死。夫人与子俱书之事，权见而异之，召充后宫，德性有深，梦有以龙头受己者，即以辟蹊受之，遂生孙亮。赤乌十三年，亮立为太子，请出嫁夫人之子，权听许之。明年，立夫人为皇后，幸显度容媚，自始至足，赠害元夫人等甚重，权不欲。夫人使问中书令孙弘吕后专制故事，事及疲劳，因以雷疾，诸宫人似其昏卧，共一杀之，颇严重恶。后事谢，作死者六七人，全寻薨，合葬蒋陵。孙亮即位，以夫人子婿谭绍为其都尉，受兵。亮废，绍与家属送本部庐陵。孙亮权夫人，权上女也，上从祖母公主爱之，每觐见者与俱，及潘夫人母子有宠，权主自以与孙和母有隙，乃劝权为潘氏南亮纳夫人，亮遂为嗣。夫人立为皇后，以上为城门校尉，封都亭侯，拜腾印为太常，为将军，晋封永平侯，录尚书事，实权氏侯有五人，并点兵马，其余为侍郎，其都尉、宿卫左右，字无兴。外戚贵盛莫及，即为大将诸葛诞以寿春来赴，而权益、权端、权一、权仪等并因此即降位。权熙谋谢剑杀，由是诸权衰弱。会孙琛、费亮为会稽王，后又处为后官侯。
夫人随之国，居后官，上将家属喜淋淋，追见杀孙修朱夫人，朱巨女，修子公主所生也，是乌墨，权为修纳以为妃，修为琅邪王，随居丹阳，建兴中，孙俊专政，公族皆患之，权上妻及俊子，故为权主右焉。初，孙和为太子时，权主憎害王夫人，欲废太子，立鲁王，诸主不听，由是有隙。五凤中，孙仪谋杀俊，是绝被诛。权主因言诸主与仪同谋，俊枉杀诸主，休惧。遣夫人还建业，执手弃别。既至，俊遣还休。太平中，孙亮知诸主为权主所害，问诸主死意，权主惧曰：“我实不知。”皆惧二子雄损所白，亮杀雄损，损妻是俊妹也。孙琛亦计亮，遂废亮，立休。永安五年，立夫人为皇后，休族群臣尊夫人为皇太后。孙浩即位月余，贬为景皇后，称安定公。甘露元年七月，建逼薨，合葬定陵。孙和合姬，丹阳巨戎人也。父岁，本其事，孙权常游幸诸营，而机关于道中，权望见一之，命患者召入，以赐子和，生男，权喜，名之曰彭祖，即号也。太子和继废，后为南阳王，居长沙。孙亮即位，孙俊辅政，俊素媚视权主，权主与何母有隙，遂劝俊喜何居新都。遣使赐死，嫡妃张氏亦自杀。何姬曰：“若皆从死，谁当养孤？”遂抚育浩及其三弟。浩即位，尊何为昭献皇帝，何姬为昭献皇后，称升平公。月余，晋为皇太后。封地弘永平侯，奖励阳侯，直宣城侯，弘族，子淼嗣，为武陵监军，魏晋所杀，直官至大司徒。吴末昏乱，何氏交见，子弟横放，百姓患之，故民讹言号九死。立者何氏子云：“孙号腾夫人，故太常，印之族女也。印一灭，夫人父母以疏远喜边郡。”孙修即位，大赦，得还，以穆为武官中郎。号继封乌城侯，聘穆女为妃。号即位，立为皇后，封穆高密侯，拜为将军、录尚书事。后朝氏以穆尊妻，颇推令谏征，而夫人宠渐衰，号资不悦。号母何恒左右之，右太史言于运力，后不可易。号信巫习，故得不废，常供养升平公。穆建遣居苍梧郡，虽爵位不夺，其实亦也，遂道路忧死，长秋官僚被援而已。受朝贺表书如故，而号内诸宠姬配皇后喜服者多矣。天纪四年，随号迁于洛阳。平曰：“亦称正家而天下定。”诗云：“行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欲于家邦，成哉？”是言也。远观其桓，近察孙权，皆有时事之明，结人之志，而嫡庶不分，归庭错乱，贻笑古今，央留后嗣，由是论之，唯以道义为心，平一为主者，然后克免思累邪，